大家晚安。有看到？没有，没有反了，没有事故了吧，大家？有糊糊吗？应该没有糊糊的吧？晚上好，大家晚安。超级清楚，啊，吓死我了！还好没有糊糊的。你们知道为什么没有糊糊的吗？观众席是黑的。大家晚安，终于没有糊糊朦胧美了，终于没有朦胧美了。网络升级了？没有啦，我没有换电信。一样是同一家，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上次会糊糊的。晚安，大家晚安，空班哇，空班哇，皆さん空班哇。So thank you for that。也有去499，没有，我没有。可是最近不是听说那个499会变慢吗？因为太多人用了。我没有换。晚安，高清函。今天很高清哦。今天绑辫子，单辫子。我好像没有绑这样出现在你们面前过，对吗？我记得我之前直播没有绑过这样子。元気ですよ，宏伟元気ですよ。こんばんは，皆さんこんばんは。晚安，看起来三岁。看到我的海报，谢谢宏伟。记住你总选吧，不错成绩，谢谢大家。阿子吗？三空班哇，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帕朵诺耶利，对，今天戴爱心的耳环，偷偷送爱心给你们，我要偷偷送爱心给你们了。第一次辫子，こんばんは，皆さんこんばんは。你好，水明。你好，你好，大家吃晚餐了吗？我刚吃饱，刚吃完。今日もかわいいね。ありがとう、すみわたるさん。総選挙ポスター見ましたよ。ありがとう、ロミオさん。応援してくださいね。吃完了，吃完了。晚安，阿波里奈尔。好久不见。谢谢玉的爱心。大家晚安，谢谢杨杰的玫瑰花，谢谢杨杰。晚安晚安，刚吃完就冲去洗澡，刚洗完就开了。等一下，太晚吃变宵夜。I'm finding place to sell my king。空班哇，马上空班哇。我今天开冷气直播耶，太热了。今天开冷气直播很舒服。大家开始开冷气了吗？披萨，咪咪哒，空班哇，中和喵喵，你好，晚安。羡慕杨杰还没有开冷气哦，杨杰还没开冷气。这么热的天气，大家不要中暑了。还是电扇，大家还没有开吗？住宿舍的四季都在吹冷气，我也有开冷气，那只好透过荧幕，然后感受那个凉凉的感觉了吧？大家还没有开冷气的大家。透过荧幕传送冷风给你们。爱护北极熊，对，要爱护北极熊。
冷气可以调定时啊，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开一下下，这样就不会这么用这么长的时间了。三八只要你三八只，但我先卖我的三八选拔吗？三八只，对啊，村长的小孩出生了，大家有看到吗？超可爱的，恭喜村长、村长夫人！我要看着小领花长大，我要看着他长大。有看了 ，You are good at Japanese. Thank you. 日本語勉強しています。未来成员，可以啊，未来成员，等小领花长大就可以加入 TPE 了。今天直播没有糊糊的，太好了。那是真帅员吗？是骗人的还是真的？我被骗到怕了。我家没有冷气可以开，那可以开电风扇啊，在电风扇前面加那个冰块吗？好像会比较凉。看他长大，我不要变阿姨，我不想变阿姨，好可怕哦。Hello， 少し日本できるんですね。そうですよ。日本語読みます。ひらがなかわいいね。アントンさんこんばんは。已经变是真的吗？我被骗到怕了。那个是真帅员啊，帅员晚安。Hello。平安阿姨，不要叫阿姨啦，很恐怖欸。我要去墙角画，不要画圈圈帅人，不要画圈圈，画不要画圈圈，画三角形，不要去画圈圈，画三角形。哎，我跟你们说，那个白板笔是不是太久没有擦，它就会擦不太掉啊？因为我今天在擦我的白板，然后因为我上次写的我忘记擦掉，然后我今天在擦我的白板，它就擦不太掉。Good night， 萨托西，讲话断断续续吗？所以要画星星，画爱心，会干掉，对，会擦不掉。十一年后零花棒。玲花好可爱哟、哦！握手会一起找平安阿姨，你们很坏，铁牛。那我要叫你们叔叔，叫你们，你们叫我阿姨，我要叫你们叔叔吗？不晓得这个 ID 名义，我知道啊，萨托西，小智是吗？边看边五世万岁。我没有无事万岁，杨杰，万岁！无感，互相伤害，大家互相伤害。可爱呢，阿里嘎多。哎，搞我搞我只可惜阿里嘎多。みんなは笑顔になる。好きだわ、絶対に日本でも人気出るよ。ありがとう。Here we go さん。My name is Toppy, Japanese. You are so cute. Hello, Toppy-san, 空班哇。本来就是大叔的，没有差。下个月要去日本看品涵，下元要去看日本看品涵哦。你这个月也在台湾看品涵呢、啊，对不对？开心。我也开心。ふわふわの感じ。声がふわふわ。叫平安阿姨还是好吗？哎、欸，你们越来越过分，不可以这样。会去剧真的吗？卡丘。日本語わかるんだね。そうですよ。勉強しています。生日平安夜。
Christmas Eve. 我觉得哎呀 ，Speak Japanese. Thank you. 代讲，阿里嘎多。只能等见面会，没关系，阿华，我现在也在这边跟你们见面了。誕生日僕と一緒。本当ですか？ミッキーさん本当ですか？嬉しい。总选最小团，可是扣最大声，大家要大声喊扣。雨晴在吗 ？Hello， 雨晴你好。Hello， 晚安，雨晴。我也是他跟他叫。Miki 酱，ありがとう。有人送我不倒翁哎，谢谢阿志的章鱼，阿华的爱心，玉的爱心，跟阿志的意呢。谢谢。こんばんは。年齢も一緒だよ。本当ですか、ミキちゃん。18歳ですね。ルームフォローしたよ。ありがとう。Here we go さん。谢谢阿华的爱心。平安だよ。想看我表演吗？表演什么？跳舞吗 ？SR follow し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アスタさん。ハートのピアス。今天戴爱心耳环，偷偷送爱心。吉祥物今天不在，我等一下可以画它，再把它召唤出来。好过分，哈。日本語の勉強ファイト頑張ります。谢谢阿华的不倒翁。 Here we go。 日本語上手。大家有看到我的总选海报了吗？总选海报了吗？拔蜡加班没关系，拔蜡加班加油。芒果皮蛋，哎，芒果皮蛋怎么画？我忘记了，我忘记芒果皮蛋画一个圆圆的蛋。歌は好きですか？好きですよ。日本語勉強しています。有哦，芒果女神。在 SR 有直播，有啊，我有看到。难得龙川海报也可以唱，哎、欸，那个还不错吧？期待光，哎、欸，绽放光芒，期待结果，还不错吧？昨天有 post 見ました，有大家ありがとう ，Marcos さん。昨天有頑張ります，皆さん応援してくださいね。大家喜欢海报吗？你们觉得看起来怎么样？有没有很阳光？海报有怀旧感。什么是怀旧感？知道和偶像的感觉吗？欢迎新马斯。期待平衡总分表现，有点紧张呢。感觉芒果更好吃。我到时候在 IG 再放上感想好了，拍摄感想。平衡 fighting， 干巴里干巴里吗？对啊，我的背景是橘色 ，TPE48 的橘色跟 AKB48 的粉红色的渐层。等平衡的感想，想进第几名？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是写100名，我那时候写100名，虽然知道有点困难，但是还是会努力的。因为这次到100名，对不对？因为是世界选拔，所以到100名。期待证件发表，官网开卖一定卖。谢谢基隆人，晚安 Nobita， 晚安安。飞日本去总选，好期待！谢谢帅源，帅源换人物了耶，换成一只兔子。
好，那行吗？阿里嘎多。对啊，柚子的目标也是100名。似てるって言われたことありますか？ありません。本当ですか？指原さんが大好きです。柚子喊100名。对，81到100名是世界选拔纪念。圈内是天河西。不强求是就，因为，我原本，哦，对，我好像是写100名，没错，就刚好100这样，都在争100名。帅远的兔子，孔邦哇，十一卡马上，孔邦哇，100名竞争激烈，多买几张海报呢？去贴社区布告栏，到处都看得到我是吗？来不及了，平衡の方綺麗ですけどね。宣伝し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とんかつさん。农委会，你们知道那个芒果是其实是假的哎、欸，是不是很真？那个芒果其实是假的哦，它现在还在我家里，它其实是假的。只好自己。イヤリングですか？ピアスですか？トンガツさん、ありがとう。是伟林哎、欸，好久不见，伟林。我以为是真的。对啊，我把那个芒果是假的，坐飞机过去的，真的又带不过去，对不对？真的没办法坐飞机啊，农产品没办法带上飞机。想看芒果本人吗？我没有拿在身边呢。我再发那个 IG 好了，我发感想的时候顺便一起发。石原晚安，Hello，石原姐姐。店员兔的那个圆，店员兔的圆。晚安，奥特曼给，奥特曼给。阿姨好，大家开始叫阿姨哦，我也被叫阿姨了。自从领花出生之后，我们大家都被叫阿姨了。芒果破灭，它切不开耶，它是假的。哎，我也蛮想看它里面到底长怎样，假的里面是长怎样，木头吗？好他妈的，谢谢帅人的爱心。我以为芒果是，搞不好有樱花。柚子卡的那个海报，那个芒果里面有樱花，说不定里面有樱花。混血的芒果，芒果混血，芒果混血了。大龄，确实是啦、啊，我们也是，对于领花来说，我们确实是阿姨，这点我承认。樱花心芒果。老用，孔邦哇，乌纳奇那乌酱，给你们看我的那个，你没给他哟，被说服了，对我被说服了，确实是啊，这我不否认，我不否认。查水表是什么？孔邦娘，Hello 林桑。放弃抵抗，对啊，放弃我承认，承认。本田妹妹出现，没有，我跟本田妹妹也差，她12岁，我也差6岁而已，不算阿姨吧。今天主题来聊聊中选，我吃饱了哟，你们吃饱了吗？你们有吃饱了吗？嘿卡我卡卡哇伊。谢谢瓦达西瓦台湾诺卡伊的爱心。姐姐跟老幼差11岁，我跟你们差18、19、25岁，
十一岁好难想象哦。演员也是姐姐，几岁你会叫叔叔？比我大的都叫叔叔，好过分哦，这样太过分。平衡是不是阿姨？比老幼小这么多，石原姑姑了吧？我妹妹跟我差16岁，这么多，1000人了，谢谢大家，破音，1000人了，谢谢大家。童年比你大，西西跟我同年，谢谢1000人。那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 TP 一起生周品涵。请多多指教。TPE48 一期生の平原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进来就破千，恭喜你乐柠檬，你就是那第1000人。乐柠檬千人ありがとう。インスタフォローお願いします。蛮期待那个墙壁贴，这个墙壁你们有发现我多贴了这一条吗？我把它贴上来了。英文版的吗？ Hello, my name is Pinhan, TPE48, Pinhan, I'm Pinhan. 乱讲一通，不是英文考100分就乱讲一通，感觉慢慢变多，到时候这边也要贴了，这样贴满。这不是我的房间，是哥哥的房间。英文叫姑姑。打破迷思什么意思？跟丽花差23岁，好多哦。品味话，直播间。有啊，我知道姐姐今天也在哥哥房间播。平衡都不能乱动。我哥房间比较好吗？网路吗？是网路比较好吗？被乱贴。对啊，哥哥房间被我乱贴，然后他那个什么灯也都被我乱架，这样。好喜欢我的耳环，是吧？爱心的。啊，对了，我要跟你们玩一个游戏，就是以后的那个直播啊，不是有那个很多人站在下面吗？我想说要来玩一个游戏，就是我直播前都会先说，我今天要到时候念排名，要就是除了第13名到第一名会念，一定会念，对不对？然后我就想要指定一个。我今天想要念第几排第几个，就是在上面也可以被念到，你们觉得怎么样？平涵哥很可怜，我来大大大抢当哥哥，很好，自带罗胶，我上次也自带罗胶啊，不错哦。绝对支持 Lucky Way。 对啊，就是完全靠运气，你们觉得怎么样？抽奖的概念，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今天还没有指定耶，我要来指定一下，就是以到时候念排名的那个那时候的那个位置来算，所以就完全靠运气。不如更迷人了，谢谢摩比塔，感觉很好玩。B 地方的瘦桑阿里嘎多，这个很可以。等看直播，帅人今天没有睡着，不错，很棒哦。哥哥会偷水，偷茶房，空棒吗？マットレスさん、
上，こんばんは。那我要来指定咯，我想一下我今天的灵感是第几排第几个。今天播到十点半，今天到十点半，台湾时间十点半。这个的要投给谁？我最后再指定。我想说先讲，这样比较不会知道是谁，会比较公平吗？直播前先讲，然后到时候看看地，看那时候念排名的时候是谁在那个位置上。哎呦，我的刘海太短了。半小时公布第几排，一小时公布第几排。好啊，ひらがな読める読めますよ。漢字もちょっと読めます。刘海公布。对，我的刘海，先不要讲，用电脑决定。电脑决定怎么？电脑怎么决定？我觉得可以。パルルチーム H 三。但要怎么用日文解释有点难。谢谢 Nobita 的爱心。九点半。日本語で好きな言葉は何ですか？最高だよ。我上次有说过，我最喜欢日文这个单字。最高が一番好き。日本の言葉。刘海不快。今天擦黑板差点擦不掉我上次留下的痕迹，有点难擦，还好只隔了大概三天吧，再久一点应该就擦不掉了。乱码产生器，先写好念排名几分钟功，不然我半小时决定第几排，然后一个小时的时候决定第几个，这样如何？再高大哟，如何？现在半小时了吗？还没，快了。好哦，可以呀。好，那就这么决定了。以后都这样。就是，有人没有听到的吗？好。打错字，快剩三分钟，这怎么解释啊？用日文好难哦，日文思考中，怎么讲？破一千五念一次嘞，今度中国語教えもらえおうかな。何中国語を勉強したいですか？十点半，选民拜拜。今天好。待会给你们看我的那个海报。ですね。那我要决定第几排了哟？这日文，对，这日文很难吧？Lucky boy 我 Elabi mas 这样讲吗？サシハラリノさんが好き。 I like サシハラリノさん。 Lucky personLucky person， 如果是女生呢？女生的什么？153公分，很小只，很好解释，不过打字很麻烦。あ、好きなね。そうですよ、好きです。こんばんは、レナちゃん、こんばんは。谢谢。草莓酱的500个爱心，为什么叫 A 那个谁？
那个谁，三十分了 ，Lucky People。那我今天想选第几排嘞？今天星期四，那第四排好了。第四排。今天星期四，所以选第四排。嘿嘿。迷が好きです。そうですよ。迷が好きです。刘海空洞。再见，迷子一起上。结果点到十。Lucky girl。不丢星星。第四排。晚安，大健，大健晚安。第四排开始死守不到。5月17号选第17个。平衡的时候记不记得他指定？我会记得啦。你们觉得先指定比较好，还是到时候快结束的时候指定比较好？还是我以后要快结束的时候再指定，因为怕自己忘记。反过来比较好。先第几位？真的吗？那第四位好了，先决定位好了。第四位，右边数来第四位。Yuji 桑，こんばんは。我决定就好。我在选 Lucky Boy 或是 Lucky Girl， 就是我之后直播都会选一位。下面不是站很多人吗？我就会选一位，我随便指定念他的名字，到时候念排名的时候，先指定比较不会被说话。那我要第四位，不是第四排，是第四位。第四位哦，右边顺序比较好，比较后。Introduce yourself in English. My name is Ping Han. Hello. My name is Ping Han.18 years old. 恭喜幸运。TPE 48. Please follow me. Thank you. 同理。开分身。インスタ見たわ。東京楽しそうだったね。東京楽しかったです。レナちゃん。こんばんは、しのさん、こんばんは。So thank you, ポスター見た。ありがとう、ゆじさん。So thank you, 頑張ります。応援してくださいね。アネムタン。Fan meeting 抽合照的感觉吗？一个靠运气的概念。开到几号？全部下面满满的都是帅员吗？高速 Yokohama 呀，こんばんは。ポスターも持ってた。そうですよ。Mango。そうですよ。しまなみさん。318。今後配信終わるの前。谢谢帮我翻译ハルノブ。谢谢你。You like music, PNK48? Yes. No, TPE48. Music, 讲可愛。下面一起改。大家要疯狂改名字。
我要给你们看我的那个海报，等我一下下哦。你们喜欢海报吗？有没有阳光的感觉？到时候那个影片出来，大家也要去看哦，期待吗？大家敬请期待。我找一下我海报。每个人看都不同吗？真的吗？ Ken さん、こんばんは。我想看看，期待期待期待证件影片。给你们看海报。嘻嘻。私の総選挙のポスターです。我的海报，你们喜欢吗？很芒果，一定会很多绯闻。哪有很多绯闻？没有讲绯闻。对，芒果算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的，大家都是台湾代表性的东西。平板看海报比较清楚，不然我手机太小。闪耀光芒点，不敢说不行。台湾有名な果物です。台湾有名な果物です。放横的，他有意识很棒。我的海报，那时候拍很多张，我选了这张。谢谢草莓酱的爱心。这颗芒果是假的哦，它是假的。你们觉得怎么样？改名叫芒果酱，芒果圣斗士，长尾芒果，有拍丑的拿来当提醒，供桌用的吧？什么供桌用的？赞赞，我要切回去看留言了，不然他看不清楚。对啊，今天刘海不乖。こんばんは。World 選抜。そうですよ。World 選抜。選抜。拍失敗的。World 選抜。真的假的？工作用的有些水果是塑胶的。真的假的？何時まで配信？日本時間。先看到几点？十点，台湾十点半。日本時間十一時，哎，我用写的好了。日本時間，放弃口说。哎，时间开到四。Thank you for introducing yourself. Yamashi san, 頑張ります。即刻乱称的芒果。谢谢帅源的不倒翁。谢谢帅源的不倒翁。今日は日本時間23時。Have a 超难听的。那
是钱吗？看起来很像钱耶。谁送我钱？我就喷的呢，说的是哟。对，日本时间23:30，对吧？9点开到台湾10:30，10点，对，我没有写错。印象蛮快，变卖芒果的了。我很喜欢吃芒果，芒果好吃，但是不能吃太多，因为好像芒果是很过敏源嘛，芒果是过敏源，我妈妈都说不可以吃太多。谢谢 Net 泰国送我东京铁塔，你是泰国人吗？Thank you, Net. Net, thank you. You are Thailand, Kala. 欸，我英文日文混合了。You are Thailand, Kala. 谢谢 Net. Thank you, Net. Net, thank you. 他是哪里人？英日有那个怎么英文怎么讲？你从 You are from Thailand？ 问号啊啊 ！Are you from Thailand？ Are you from Thailand？ 我没有讲错吧？他哇，阿里嘎多 ，Thank you。Where are you from？ Are you from Thailand？ 我突然想通了，我的脑袋转过来了。那个日文讲久了，英文会卡住，因为他们那个组织的结构不太一样啊，那个文法的组织架构不太一样，所以会没有办法立刻切换。He said yes. Thank you, Net. Net, thank you. 他是泰国人。Yes. Sawadee.哈，谢谢手滑哥的爱心，手滑哥晚安。我要去学泰文，泰文的谢谢怎么说 ？Thank you。对，我要去学泰文的谢谢。こんばんは，シトリックさん、こんばんは。谢谢手滑哥。Come, 那怎么念 ？Come, 是这样念吗？哦，我的谢谢大家开始问 music， 对，也可以问 music， 怎么说 ？music 超可爱 ，music 这样可爱。请 Google 老师，好，去学学几句泰文，好像还不错耶，泰文。我还没有去过泰国耶，想去玩玩看。我人生唯一出过国，就只有去过日本。日文太好，Siri， 要呼叫 Siri 吗 ？Hey Siri。Traplan 520，谢谢机关车，谢谢帅源的不倒翁，空班哇 ，Siri。我有时候没事就会开始玩 Siri。我上次问他说你会唱 PPAP 吗？他居然真的唱给我听。Yeah, earring are cute. Thank you. 谢谢手滑哥的不倒翁。我也只去过日本。
想出去看别的国家。个性跟手机主人，真的吗？タカイマさん、会いたいです。也在玩真的吗 ？Siri， 嘿、hey, ，Siri，Siri 有时候很闹哎、欸、，Siri 有时候超级闹的。首先，今日は楽しみですか？楽しみです。楽しみに、え、楽しみます。不要玩 Siri，Siri 有时候很闹哎、欸。Net 三 ，Will you come to Taiwan fan meeting？ 台湾は暑いのかな？台湾は暑いです。もうしっく。那是谁啊？坐飞机去日本，那是谁？西西哦。Thank you, Takahiro さん。Thank you。楽しみしています。楽しみしています。有点紧张，总选。第一次参加总选，没有想到自己可以参加这个活，有机会可以参加总选。完全没有想过 ，Pretty girl， thank you， C C 是谁？你是滴滴啦，你不是 C C， 你是滴滴哦。要在，要在的那里？ピアノが得意なんですか？興味はピアノです。你才滴滴，我是啊，我是，我承认。抓点小智，好，我会。为什么是皮卡丘抓小智啊？やおたいでなに緊張しています。然后，我不是滴滴，西西不是滴滴。说不定以后总选剧改成海外演，有可能呢、欸。我在想，有可能，说不定哦，说不定以后都会有了。我不知道啦，我说不定，卖萌一下，又是一个突然的 wink。加油，总选表演！谢谢帅源，我会加油的。谢谢你。I learn Chinese in my college class. 頑張ってね。I learn Japanese. 頑張ってね、Takahiro さん。中国語を話してね。はじめまして。いくゆさん。はじめまして。TPE48 のピンハン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インスタフォローお願いします。ショールームいつも楽しみ。ゆちさんありがとう。みなさんに会うのがいつも楽しみ。ます。日本の好きな食べ物は何？日本の喜欢日本の什么食物？喜欢很多耶。拉面吗？拉面。哎，2000人嘞！我怎么没有发现？谢谢2000人了。
什么时候2000人的？谢谢大家，你是你阿里嘎多，谢谢大家。调调一下，什么时候2000人？居然都没有人发现吗？没有人发现吗？我自己发现了，终于大家还是大家故意不讲，在等我什么时候发现？都快2500了，刚刚有人说了2000人了吗？没有，对不对？你们是不是故意不讲的？你们故意不讲的哈，超过好多了，讲的我们好，大家是不是故意不讲？还是大家都没有发现？太专心看画面。Net san arigato。太专心看，平衡这个小脑袋，平衡这个小脑袋。一个祷告，看平衡看到什么？大家太专心了吧？我也太专心在跟你们讲话。黑流星干嘛疯狂的 W 笑？こんばんは、ミッチーさん、こんばんは。什么叫这个小脑袋？这个小脑袋什么意思？我不懂，不懂这个梗。台湾にはラーメンがないのですか？ありますよ。一蘭ラーメンもあります。台湾で。どこで覚えてるの？自分で勉強しますよ。小脑袋是哦，林姐的梗，原来如此。平寒很什么？帅文我看不懂泰文。平寒很什么？泰文？你怎么会泰文？那是泰文吗？是泰文吗？你们这些小脑袋，哦。日本語勉強しています。那应该是阿拉伯文，真的、哦、阿拉伯文哦，漂亮的意思，可以念给我听吗？我听不到啊，我不会念，怎么念阿拉伯文？泰文是方块字，半形的方块，很难耶。我要开始学各国语言，让我先把日文跟英文学好吗？废话，阿拉伯文要问 Mina， Mina 会阿拉伯文呢、哦，这么厉害，这么厉害，这么厉害。今天聊的主题，我要打什么？打说，Bonjour，Bonjour， 我知道。Bonjour， こんばんは、たけひろさん、こんばんは。这样标题要打什么 ？Bonjour， 阿拉伯文教室，真的假的？阿拉伯文，来一句看看吧，大家，阿拉伯文。我想念一句阿拉伯文，大家打拼音给我，我想念一句阿拉伯文。平安好き、タカヒロさん、ありがとう。一派ラーメン食べて、一派ラーメン食べます。こんばんは、はじめまして。秋吉さん、はじめまして。TP48 の平安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インスタフォローお願いします。あぎりぽい。あぎりぽい。乱念。What is your favorite KB48 song? My favorite song is... 君はメロディ。You know? 君はメロディ。Net さん。
其实好多喜欢的，只是我喜欢这个旋律。Next song, you know?当然知道，怎么拼英文呢？这样拼吗？我应该，哎，我有拼错吗？除了四十八，还喜欢什么偶像？我以前很喜欢那个英国的一个偶像团体，好 Melody。拼都拼错。My favorite song is 台湾 KQ 时代。So that's your 手机上，我都我台湾 KQ 时代的。交到朋友了，交到朋友也喜欢啊。You are melody. Yes, I know. That song, I like it. Me want melody too. 很好听。我又在思考英文怎么讲。我会日文，然后英文突然想不起来。很好听。It's very good. That's your name. 我要英文日文混合。It's very good. 你喜欢什么曲啊？Okay. It's very good. Taiwan KQ say datta yo ne. So desu yo. Taiwan KQ say deshita. Mina, Gallery. Jami, Jamio, 漂亮 Jamio. Very good, thank you. 交到朋友了，只听得出我的声音吗？ It's very good, right? It's very good, right? 美味しい食べ方、教えてください。直接吃就很好吃了吧，芒果。小鸡鸡你特别 take that side， 这样说吗？平衡声音，我声音很好认吗？大家也都说我声音很好认诶。我每次在厕所，然后他们外面在讲话，然后我就说是谁，他们就猜到我是平衡呢，很厉害。我声音有这么好认吗？会日文，英文考100分。我小学开始学英文的，应该说幼稚园。但是自从学日文后，那个英文越来越，因为会错乱，他们架构不一样，会错乱。帅员又打什么文啊？你们在考验我的语言能力喽？在厕所，这举例，难怪讲话大声。しゃべるときにゆっくりになるのがいいね。有个理论是学一种语言会学起，真的吗？那我一定是还没学起来一种，还没完全的学起来一种，应该是这么说吧。那我要多多讲英文，这样轮流使用才不会忘记，对吧？俄罗斯文。こんにちは、ケクさん。こんにちは。就大家会不会等一下疯狂的打英文给我，让我练英文？然后我的台全部没有中文，全部都是英文跟日文。
不可以哦，大家。I can't speak English 中文和霓虹哥。大剑发现的太晚了啦，大剑。ポスターの文章の意味は教えて。哦，他问我那个要怎么翻日文呢？绽放光芒。绽放要怎么说？绽放光芒，期待结果。有人可以帮我翻译吗？这要怎么翻？平衡英文台。谢谢 Maro 桑，是 Maro 桑吗？谢谢有人送我，不倒哦。Takehiro 桑阿里嘎多 ，Takehiro 桑阿里嘎多。谢谢 Takehiro 桑的不倒哦。Takehiro 桑阿里嘎多。谢谢超哥的章鱼。I can't speak 俄罗斯话吗？卡加亚伊德鲁，哈多，塔克希罗桑，伊卡多，哈多。ポスターの文書の意味は？卡加亚伊德鲁。绽放光芒，那期待结果要怎么说？期待结果，果实吗？快三千人了，声音很软，我的声音很软，可以嘎福啊福啊，我的声音很软。很抽象的一个形容词，声音很软。绽放结果要怎么说？果实，这样子吗？ふわふわ，声がふわふわ。Image， とてもかわいい。その笑顔。ありがとう。日本語いけますよ。あゆたんさん。日本語いけます。声音很強。声音很強吗？西西怎么出现韩文了？ありがとう。輝いている。ハトのイヤリング。谢谢草莓酱的爱心，三千人了，谢谢大家，三千人，ありがとう。啪叽啪叽，西西其实是韩国。哎，我还没有翻我的那个，大家有人会吗？我的海报的意思，第二句，期待结果怎么说？谢谢博汉。帮我拍手。再说没有，有，这次大家有提醒我。谢谢 Blue 的爱心，闪耀光。对啊，那日文要怎么说？三千人要生气气吗？大家要看我的直播，不然会生气气。Wink， 很久，对啊，很久没有这个定番了。很久没有定番了，你该怎么翻？我想想，期待结果。最可爱的颜色神奇器吗？我该怎么翻译？有蓝色的不倒翁哎。
Takehiro-san, arigato. Arigato, Takehiro-san. Wink. 果实要怎么讲啊？期待结果。好，我下次查查再来跟大家解释。Takehiro-san, Daruma? Daruma 该不会是那个吧？不倒翁吧？ダルマ、タケヒロさんありがとう。ダルマ、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できるんだ、できます。这样子吗？みのりを楽しむ。サネーム、はじめまして、ひざしさん、TPE48 のピンハン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インスタフォローお願いします。だるま、だるまありますよ。三万人了、三千啦、多看一个零了、多看一个零。楽しむ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有错吗？ポスターの文章の意味。パクチーで何？パクチーで何？モデルの仕事していましたか？していませんよ。香菜。什么香菜？香菜是什么？吃的香菜吗？谢谢阿华的不倒翁。谢谢阿华。輝いてる計画いたします。そうですよ、マークロスさん。パクチー是吃的香菜。パクチー。哦哦，你们在跟我解释哦。パクチー。パクチーは、パクチーは好きですよ。我不讨厌香菜，我蛮喜欢香菜的，虽然它有个特殊的味道。三千人。其他ことありますよ。香菜有一个香味，我蛮喜欢香菜，你们不喜欢吗？谢谢大家努力的帮我解释，谢谢你们。不喜欢九层塔，九层塔也喜欢。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它有一种香味，是这样子吗？它有一种香味。其他ことあると思います。日本其他ことがあります。香菜很可爱，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平衡有一种品味，香菜我可以，香菇，香菇诗人姐姐也不行，她不敢吃香菇。上次我好像她吃到一个香菇吧，就是某个不知道什么东西里面有小小这么小的香菇，然后她就一直含在嘴巴里面不敢吞下去，她不敢吃香菇。香菇，哇！我不敢吃有腥味的东西。我应该算唯一不敢吃的东西，就是有腥味的东西吧。我超级害怕腥味的，各种腥味的东西都害怕。海鲜，鱼敢吃，就是很腥的那种味道。哦，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牡蛎吗？我不敢吃牡蛎，
海胆我也不敢吃，生鱼片也不敢，我不敢吃生鱼片。那我也不吃香菇了，大姐。那我也不吃香菇了。超腥！我哥哥也说海胆很腥，那个味道。乌鱼子我敢吃，因为乌鱼子没有腥味啊。乌鱼子是很咸，可是它没有腥味。我不敢吃生鱼片。生鱼片好吃。我错过很多美食的感觉，因为不敢，没有办法接受腥味，错过很多美食。鲑鱼卵。对啊，跟我出去吃寿司可以吃到妈妈的生鱼片。真的，谢谢大健，谢谢大健。时间快到喽，真的吗？15分的时候我来念排名好了，顺便决定是第几排。克服之后就会踏入新领域。好，我会努力克服腥味。这样就变成什么都敢吃了耶！剩20分，抽奖抽奖，赶快买一箱生蚝练习，会吃到吐吧？很可怕哎，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腥味。节目会拿很多有腥味的东西。好可怕哦！哎，我应该不能现在讲出自己不敢吃什么，这样以后大家就会疯狂拿那个当做惩罚。进化类，蛤蜊可以，蛤蜊可以，只是要有姜在里面，就是汤啊有姜可以盖过那个味道就可以。日常挖坑，那我要把坑洞填起来。鱼腥草茶，好可怕哦！去腥味。不要找奇怪的创意料理。喝苦茶，如果是苦茶跟有腥味的东西，苦茶我比较可以接受。我宁可喝苦茶，我也不要吃有腥味的东西。吃完苦，喝苦茶盖过腥味，我可以接受苦茶，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腥味，没有办法。苦茶里面放生鱼片，好可怕，好恶心哦！边喝苦茶边吃生蚝，苦茶我是可以接受啦。生蚝没有办法，先吃腥的再喝苦茶，惩罚怎么变成在惩罚游戏？苦瓜我敢吃哦，我敢吃苦瓜，我蛮喜欢吃苦瓜的，我很难吃苦，我很难吃苦。小迪。Hello， 小迪，好久不见，小迪，小迪晚安。村里，在村里过得好吗，小迪？你开心吗，小迪？小迪开心吗？苦瓜汁好，我没有喝过苦瓜汁哎。雨薇，好薇也来了吗？好薇，好薇，好薇。有苦难言，很闹。好威也来了 ，Hello， 好威。熊妹在你旁边，真的吗？在村里还好吗？应该还不错哈。下次我下次要去找你们的墙壁拍照哦。我要去村里面拍照。
你们在村里面努力努力种东西，我去拍照，去拍照的。好，谢谢爱心，嘎哭嘎哭响的爱心。村里有王美强，对啊，王美强那里很适合拍照，他们很会画辣的东西，一点点辣可以，太辣不行。我所谓的太辣就是大概一匙的辣椒就不行了吧，很弱。库马酱15分了，那我要来决定我要念第几排第几个了哟。我刚说第四位对不对？我没有吃过韩国辣泡面，我不敢吃，我怕我吃完会拉肚子，太辣。一吃要看汤匙多大，没错，就是小小的那种，不敢吃辣，一点点可以，可是太多不行。好，我要来决定第几个了哟，第四位，然后要第几拍。我刚刚是说右边数来第四位，对不对？超巨大的，我蛮不能吃辣的，很能吃苦倒是真的。お母ちゃんありがとう。那我想想啊，第几排？第四位，右边所来第四位，对吧？右边所来第四位了，那第几排嘞？我来数数看，今天有几排？这么多人，要怎么等？他最多有到几排呀？苦茶担当，苦茶我可以。18进咖喱，那很辣哎、欸，帅人。10排吧，不算第一排下面，还是不是要拿直的看啊？因为横的好像没有这么多排。我拿直的看哦，给大家看一下，我拿直的看。然后第几排嘞？第右边数来第四位，然后第三排好了，第三排右边数来。第四位，好，就这样决定了。我先写起来了，然后我先念13到第一名。我拿直的，然后第三排右边数来第四位。那我先念13到第一名。こんばんは、おっさん、こんばんは。真的吗？会有不同？那用我的那个平板为主吗？那我先念13到一哦。タケヒロさんありがとう。谢谢杨姐的熊熊，阿华的不倒翁 ，Net 上 Thank you your ice cream。我的刘海分叉了。ランキングを読みます。排名英文怎么说？排名的英文。第13名是 Nobita， 恭喜 Nobita， 谢谢 Nobita， 恭喜 Nobita， 谢谢您。第12名 Liki Inu，
你是日本人吗？听说ジュニイニキリキイヌ。三、日本人ですか？ジュニイ、日本人ですか？台湾人吗？日本人。恭喜你，你是日本人还是台湾人？就寿寿上，日本人ですか？恭喜你，ありがとう、ジュニイ。第十一名，第十一名是ガクさん。嘎哭上，谢谢你，谢谢你，第十一名耶，八八八八八。第十名是阿志，谢谢阿志，谢谢阿志，恭喜你阿志，辛苦了，辛苦了。第九名是博翰，谢谢博翰。谢谢博翰，耶！第八名中和喵喵，谢谢中和喵喵，中和喵喵要喵喵一下，谢谢你。第七名是草莓，草莓酱。谢谢你草莓酱，谢谢大家。第六名帅源，谢谢帅源，谢谢你，谢谢帅源。八八八八八，今天没有睡着，棒棒。谢谢你，我会加油的。第五名是九蛋，谢谢九蛋。谢谢左蛋，谢谢您，恭喜您。第四名是阿华，谢谢阿华，恭喜您第四名。谢谢阿华。第三名上一塔克希罗桑，塔克希罗桑阿里嘎多，上一奥梅德多，恭喜。第二名是杨杰，谢谢杨杰，第二名，第二名，谢谢杨杰，总算可以见到我在日本的妹妹。你要去日本见妹妹了吗，杨杰？谢谢杨杰，第一名 ，Number one is Net，Net，Thank you，Congrat。Congratulation， 这样说吗？是这样子吗 ？Number one is Net. Thank you, Net. 啪啪啪啪 ，Congratulation. 对哟，我居然说对了。Congratulation. 谢谢，今天谢谢大家。哦，还有刚刚说第四，第三排右边第四位。对吧？我要念了哟。第三排右边第四位。一二三。是手滑哥。第三排右边，第一排算吗？第一排算吗？算。一二三，对，那是手滑哥哎，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第一排算，台上不算吗？我刚刚没有讲清楚，台上不算。
1 2 1 2 3，台上不算的话，下次应该要先讲台上算不算。Today's lucky people is 好，那今天念两个台上算跟台上不算。1 2 3 1 2 3 4，是手滑哥。然后如果台上1 2 3，好乱哦，我有点找不到。我的西瓜台湾诺卡伊，手滑跟手滑哥。手滑哥跟瓦达西瓦台湾诺卡伊这两个人，恭喜你们！手滑哥，恭喜你 ！You are lucky people。还有台湾诺，台湾诺，瓦达西瓦台湾诺卡伊，卡伊吗？对吧？瓦达西瓦台湾诺卡伊跟瓦达西瓦台湾诺卡伊这两个人，恭喜你们！恭喜恭喜！六六六六六 ！You are lucky people。好，帅源麻烦你转达。You are lucky people today。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直播哦，谢谢你们，谢谢大家。今日会いに来てくれて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哦，我要来写下次直播时间。台湾的大事。Lucky people， 那个人有在吗？台湾呢？我的希望台湾呢可以。这位朋友们。你在吗？我要写下次直播时间。次回配信時間は？我写一下哟。这样有抽奖的感觉吗？台湾，我的希望台湾哦，卡。おやすみ，晚安。有可能不在，对，我没有看到他回我，还是他是日本人。吉卡害行，他是日本人。帅源下次要在下面吗？我不一定会念哪一个人呢、欸。帅源要站第一排了。配型，吉卡害行。下次我5月20星期日，5月20星期日的台湾时间10点，日本时间11点。下次直播，我写一下，等我一下。台湾时间，迪卡还行，以后还是一个半，对哦。Can you make a sound of Pikachu? Pikachu， 这样吗 ？Pikachu， 皮卡皮卡，皮卡丘，虽然不太像啦。祝你有个好梦、哦，谢谢。吉卡呢？嗨，醒吉卡，很不像的皮卡丘哎，自己觉得很不像。
我会努力努力学学得上一点。你提有比莫米鲁有阿里嘎多尤吉桑。おやすみなさい。次回配信会いに来てくださいね。またね。皆さん。また見るよ。竹広さんありがとう。竹広さん、私の総選挙のポスターを見ましたか？大家晚安。またね。またね。Good night. Good night.欸，我要写一个英文好了。Next life. Next life.泰国时间是晚我们一个小时吗？ポスター見たよ。ありがとう、竹博さん。またね。大家晚安。祝大家有个好梦。明天上班一切顺利哦。明天有人要考试的吗？考试顺利。是晚了一个小时。またね。See you next time。大家晚安。上课会加油，大家上班加油。下星期要考试，加油！祝你考试好顺利上，祝你考试好顺利上班好运气。哎，我讲反了，上班好运气，考试好顺利，是吗？哎，上班好顺利，考试好运气了，说反了。See you, next life, please, what?Watch 吗？ Thank you. またね。おやすみなさい。明日仕事と学校頑張ってね。 Fighting tomorrow. 这个小脑袋要切换三国语言，请原谅我的错乱，蹦出新语言来了。大家晚安，谢谢你们今天看直播。阿里嘎多，嗨，新民，阿伊尼，期待克雷德，阿里嘎多。またね，おやすみなさい，拜拜 ，See you next time. Today, watch my life. Thank you. 是这样，我乱讲一通。拜拜，大家晚安。谢谢你们看直播，晚安。最后再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海报，我要让大家做梦也要想到我的海报，睡前要看一下，这样大家都会做梦还会记得哟。硬要给大家看，拜拜，米鲁克桑，印出来，真的假的？帅文，真的假的啦？谢谢大家今天看直播，你们下次想要看到什么发型？真的要记得哟，大家要做梦也要想到他哟。総選挙頑張ります，応援してくださいね。私のポスターです。大家晚安，祝大家好梦。马尾，你们想看马尾？冲天炮。好，那我想一下要什么。结果梦到芒果，你们不行，要梦到平台。设成手机桌。大家晚安。已经35分了，我发现。大家晚安，拜拜，谢谢你们。See you next time. 次回の配信会いに来てくださいね。大家要来看我
下次直播哟，谢谢大家，拜拜，晚安 ，Good night， 好，やすみなさい，拜拜，拜拜。